闻车突突进来，油价再次进入八元时代。好在大家已经习惯了油价的上涨速度，不然真可能会逼得大家心脏病发作。而和油价上涨同时出现的还有个小道消息，有爆料称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取消高速公路收费。这看似是个很不错的建议，但是却让人们有些懵，因为专家建议取消高速费后，其花费要转嫁到油价上。这不仅让不少人有了再次被割韭菜的感觉，而且在刚刚结束四连涨后，国际油价迎来下跌，油价恐难实现五连涨了。此时将高速费转嫁到油价上，貌似就可以冠冕堂皇的进一步提高油价了。那么专家到底是怎么建议的呢？其实专家的建议很简单，即取消高速公路收费制度，将高速公路的建设、管理和养护成本计入油价，随油价的相关税费一起计征，通过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挑拨到公路的建设、管理和养护部门。其实这一举措在海南早已实施多年，但从这一制度本身来看似乎没什么毛病，并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将公路建设、养护成本介入油价征收了。如果你在2009年1月1日前就买过车，还会有这样的印象，每年除了要缴纳车船税、交强险等，还要定期缴内养路费，全称公路养路费。顾名思义，它是一种用于公路养护、修理、技术改造、改善和管理的专项事业费，用途与如今的高速费相似。而到了2009年1月1日，中国全面取消二级公路收费，正式实施燃油税税改。这样做的目的已是为了精兵简政，让相关部门专注于公路建设和养护工作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多用多缴、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。所以这还要说一下片外话，因为有些人会说，不是说好了体现公平原则吗？那坐不起飞机又住内陆的车主为何还要承担航道养护费、水路运输管理费部分呢？其实不然，理论上讲，燃油税费包含公路养路费、航道养护费、公路运输管理费、公路客货运附加费、水路运输管理费、水域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。我们日常所说的燃油税一般是说汽油和柴油的燃油税，而航道养护费、水路运输管理费部分则由航空煤油、船舶用柴油缴纳的税款来进行宏观调配。以如今很多差旅人士常选用的民航出行来说，过去买机票的时候，除了要交机票钱，还要同时缴纳机场监视费和燃油附加税。2012年4月1日起开始，这两项税费由民航发展基金取代。但不管怎样，归根结底他们的标靶都是消费者，所以就不能没毛胡子一把抓全靠油价往上加了。因为养路费的征收是依据排量、依据车型定价，是定额缴纳，没有通行里程限制，常见的小排量家用车每年固定缴纳1200元。因此不管车子是用作日常代步还是每天都有长途出行，缴纳的税额是相同的。而取消养路费，以燃油税的方式含在油价里征收，这一做法就体现出了多用多缴、少用少缴的原则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取消高速通行费，将其引入油价征收的做法却会引起争议呢？显然这一次它违背了公平原则，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收费公路的结构发生了巨变，其中收费高速公路里程及占比均大幅增加。在中国，按照技术等级可以将公路划分为五级，分别是高速公路和从一级到四级的普通公路。其中2009年2月17日起，国务院督促各地区和各部门逐步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工作。至2017年5月1日，全国绝大部分国道和省道收费站全部取消。然而从2015年至2017年，全国公路总里程只增加了 19.62 万公里，增幅为 4.28%， 但收费高速公路却从 11.70
万公里增长到 13.26 万公里，增幅高达 13%。 相反，收费二级公路的里程在逐年减少，显然这是收费公路总里程呈现净增踏势的原因。在于国内大量新建收费高速公路，使其占比逐年升高，所以一旦将高速公路通行费纳入燃油税中，就动了很多人的奶酪。这是因为虽然人们都要开车上路行驶，但并非每辆车每天都会在高速公路上通行，尤其是对工作生活在城市中心和三到五线小城的消费者，他们日常出行主要依赖于城市道路和普通公路，很少使用高速公路。因此即便这是一种依据使用量缴纳税费的方式，却不能体现公平的原则。其次，还会进一步促进油价上涨。目前国内油价税费中总税费占比高达 48.05%， 分别包含消费税、增值税、城建税、企业所得税、教育附加税和地方教育附加税，其中消费税占总油价的 26.81%，增值税 4.53%， 城建税 2.89%， 企业所得税 1.75%， 教育附加税 1.24%， 地方教育附加税 0.83%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日本这样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，中国税费在油价中的占比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轨，甚至远超如英国、德国。油价中税费占比约为 58%， 韩国为 49%，美国仅为 11%。 这时候如果将高速公路养护部分继续纳入进来，无疑会促使国内油价进一步上涨，从而加剧了人们的负担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这并没有充分考虑人均汽油购买力，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，中国大陆排名第74，与 GDP 大国的身份背道相驰。更何况这些税费进入两桶油的钱袋子后，也还是过一道水的。但不管怎样，从世界环境来看，取消高速公路都是未来的趋势。至于如何平衡这其中的成本，就需要一套科学并且适合国情的制度。因此若将高速收费纳入油价，新一轮的税改势在必行，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也要进行全面改革。最后，关于取消或减免高速公路收费，将之纳入燃油税这个话题，你有怎样的观点呢？相关阅读：中国油价全球最高，真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。车图腾，资深汽车媒体人穆斯先生、刘小闷领衔打造腾爷文化 ，In the Media 旗下新媒体穆斯、刘小闷个人 Musicians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哦。